和我又，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三看舞蹈加九九三全场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我是本档阶段主播林夕。咱们喜欢林夕的点一下林夕直播室通知，有免费的爱心的话可以帮林夕点一下，谢谢比心。哎呦，谢比心干嘛？谢谢大家扣六六，然后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啊。林夕宝贝，我爱上你怎么办？那你就卖房卖车卖肾卖。卖自行车卖夜宵膜卖什么给我刷然后话不多说了，给大家跳第一支舞啊，咱用免费的心帮林夕点一下，就是左下角这个心帮林夕点一下好吗？然后把直播室通知给林夕勾一下，五星五星嗨翻天约通知勾一下，然后把直播室通知也勾一下，然后把麦序上主播全勾一下。我偷电瓶车，你偷把字也送给我，我还得咬你，算了吧。给大家跳第一支舞啊，闭麦了。喂，我这袋子跳断了怎么办？嗯，你们赔我钱。
赢赔我钱，不赔钱就点关注点心，剪掉盖子断了怎么办？你们赔我钱，你不赔我钱就给我点关注点心，我给你买一身吧。不用，你把肉肉的萌萌的，我要睡觉了。行行，你去睡吧，刘少，你去睡吧，我的袋子衣服都跳断了，铁丝扎住，我得想想办法把它给系一下，扒掉，扔了。晚安，你要睡了呀，不陪我了，那你赶紧睡去吧，我把衣服扎一下再给你们跳舞啊。好了，就这样吧，咱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哇，好久不见帝王轩，晚安我六少，我跳舞了，可不可以加好友啊？先点关注，手机左上方有一个直播室通知啊。好久不见，是啊，等会儿去我直播间好好叙叙，我先跳舞了，肯定能生男孩是吧？你们家想要不断子绝孙是不是？那赶紧把我关注点了，就不断子绝孙了，好吧？先跳舞了，我回来就回直播间直播了啊。你知道吗？我还有假发呢。
可惜我不能带着我的假发给你们跳。为什么？啥为什么？戴假发需要时间啊！月票送不了，我打死你！欢迎来到九三三，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啊！我要不要带着我的假发给你们跳个舞？可是不会掉。我要不要带？哎呦我操！咱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杀马特吗？哦，算了，还是别带了吧。带上之后九九三，人都没了，人。等会儿我点我关注啊！等会儿去直播间给你们跳沙发的，就是你。点我关注，等会儿去直播间给你们带着跳啊！谢谢，谢我轩的。然后没有关注，点点关注啊！没点心的给林夕点点心。最后，洋气不洋气啊？最后一支舞了，别老送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假发比你比较合适。关注已经取消。好嘞，点关注，林夕带你上高速。好了，跳低了，然后点点心啊！马上到一千了，我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了。直播了，有本事跟我回直接直播间说我胖，再见宝宝们，嗯，我要走了，丹宝，我真的要走了，点点关注就去了，拜拜。